TBCI 啊，我谂一般人嚟讲嘅话，即刻拗爆头，乜嘢牌子嚟噶？你呢个吴三桂之前引入嗰啲金龙啊，都用美国康明斯啦。我作为一个过来人，一啲嘅实际经验同埋观察咧，可以讲咧，无论系育柴定系围柴，都好过康明斯啊！竟然好多康明斯。 即係雖然有時翻工都會揸下啲大陸巴士啦，咁但係其實玉柴引擎咧，我啊真係第一次接觸嘅啫。揸落嘅感覺咧，就真係同康明斯啊，或者係揸譬如富豪啊呢啲咁嘅引擎咧，分別唔係好大嘅，俾我係有啲驚喜嘅，即係國產嘢又真係唔係一定差嘅。 我揸呢部圍柴咧，就CC數大啲咧，就9500cc，340匹。揸巴士嚟講，就唔係話即係追求咩嘢大馬力啊，成嗰啲，而係整體嗰個handling。 除咗引擎之外咧，中國仲有幾種零件OEM嘅出品嘅質素咧，都有翻咁上下水準嘅。其中一樣咧，就係無論司機定係乘客都必定好在意嘅冷氣。 除咗制冷效能夠勁之外咧，啲組件嘅襟用程度咧都拍得住大家熟悉嘅日本出品嘅。咁都係嗰句，中國嘅冷氣凍啊凍啦，但係如果嗰個冷氣泵啊、皮帶啊嗰啲唔啱位嘅話，都一樣好易壞嘅。所以咧就唔係淨係關嗰件冷氣嘅零件事嘅。 個設計啊，或者係其他擺位上面嘅嘢都要好好咁樣考慮清楚啊！一架車咁多零件，點都有啲嘢會壞啩？咁啊，呢個當然啦。嗱，最少有兩樣嘢咧，咁多年嚟咧，我都係真係驚嘅。一個就電器，即係大陸車成日話容易壞電器啦，同埋啲橡膠製品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子，啲小巴啊，啲。 5吨半嗰啲，你知唔知点解会用封闭咧？喂，我都好想知喎。喂，喺机械方面，围柴啊、肉柴啊呢啲咁嘅引擎，就算拣啱啦。波箱方面有 Alison 或者系 Caterpillar 咁样样，应该问题都唔大啦啩？你数完引擎、波箱，跟住就头尾担啦。嗱，中国啲头尾担 OEM 大厂，譬如话东风啦，一家叫柳州方城嘅话咧，呢啲大厂其实佢哋嗰个产品质素咧，老早已经系已经好稳定、好可靠嘅。咁但系跟住落嚟咧，就系啲头尾担啊，嗰个规格选择咧就有好多噶嘛。咁就到做设计嘅时候咧，佢就睇下点样样去做选择啦。咁呢架 FTBCI 咧，一定系全部气担噶啦。系啊。但系仲有一样嘢，个头担系行独立悬挂喎。 独立悬挂，我就净系谂到，即系好似私家车咁样揸起上嚟稳定啲啦，同埋坐嘅时候都坐得舒服啲。系噶，仲有一样嘢咧，就系好提好多噶。嗱，呢个亦都可以话 FTBCI 咧，佢喺机械方面做嗰个设计里边咧，其中一个重点嚟嘅。咁啊系啊，即系好似喺香港咁样样啦，譬如转入啲横街窄巷啊，或者系呢啲90度嘅弯咁样啦。 好睇啲，有啲而且佢系方便啲嘅。头先喺车场出嚟都系啦，喺个路口荣拍架40尺柜拖架喺度。如果唔系好睇，我谂头先我哋出嚟嗰度，起码要褪3手啊。